感觉你们现在都像监工一样监督我挖地。各位监工好，各位监工进来点点关注啊，顺便帮我点下赞啊，监工。呸！笑死了。支架不影响，只是说如果说隔在草地里面隔草，那个不用支架。只是说在草地里面隔草的话。不方便，而且也没有天天干农活，不穿拖鞋我未必还去买一双运动鞋来穿呢、啊。你们晓不晓得穿运动鞋还要洗？运动鞋你如果说穿到土地里面来，你还要洗泥巴，拖鞋直接水一淌，这样子好简单嘛。你穿个运动鞋，你还要配过场多。过场多，是不是嘛？是谁的哪好嘞？龙峰古镇，龙峰古镇的。
应该穿个黑丝袜来个，穿个黑丝袜来作秀，然后你们好绝哦。说的啥子？谢谢王萌哥，每天几点？没有定时吧？我也没有每天挖地，没有每天挖地啊！呸呸！怎么好多哑巴还点点赞咯，哑巴还。